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台湾加油。立法院新科政府院长韩国瑜、江启臣大年初一来到台中丰原慈济宫发送小福袋，民众大排长龙，庙门外整整绕了两圈。追韩院长已经从2018到现在，看看有没有这机缘、把它裱框起来。墙头上的民众一早8点卡位，还有人特地拿着韩国瑜新落款的春联要来签名，人气相当旺。轮到他致辞的时候，台下粉丝激动高喊院长好，一度无法讲话。五月天没有来了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看到这8个字，我跟江启臣的责任真的是觉得肩膀上责任越来越大。老天爷负责50%，我们台湾人要负责50%。我跟启臣有这个责任，让台湾这个土地政治越来越干净。新官上任，韩国瑜自称责任重大，但也不忘跟乡亲热情互动，现场热闹滚滚。2月1号啊，刚上任啊。那我们也想要感谢跟感恩我们所有的乡亲父老。韩江新春拜年合体，第一站就到江启臣的丰原本命区，而江启臣更是一天要连跑6场的走村行程，横跨东南北区跟民众拜年。新闻蔡刘赖文中台中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